最近呢，由于恒大的暴雷，对房价的讨论呢，那是愈演愈烈。有人呢说房价必跌，有些人说呢未来房价会涨，赶快抄底，吵来吵去的。咱们今天不谈房价是涨是跌，但是有一点我们是可以肯定的，现在呢，房地产市场呢是没有成交量，不管你价格是涨是跌，没人买，还是没人卖呢，大家也都清楚。现在呢，房地产呢处于困局之中，非常的危险。咱们可以看到，90年代日本房地产泡沫之后呢，一片哀鸿遍野的景象啊，实在是不忍卒读。现在该是下决心解决的时候了。我有一招，至少呢可以现在呢将房地产市场呢没有成交量的问题呢治标，本是很难的，治标。怎么办呢？就是在过去呢，棚改旧改的基础上，变为现在的呢，拆旧换新的情况呢，是有人没房住，有房没人住，大量的空置房放在那，而大量的人呢，没有钱买不起房，这个怎么解决呢？这个解决方法必须只有政府用强有力的这只手呢来解决了。怎么解决？先从开发商那里拿房，怎么拿房？给他们给钱嘛，想屁吃呢？他们挣得盆满钵满，到时候呢，给他们买单没门。先查他们的账，看他们偷税漏税有没有，看他们的环评，看他们有没有破坏环境，看他们的容积率有没有改变。反正吧，好好的查那些房地产商呢。有一个算一个，全部枪毙了。或许有一两个呢，有些无辜，但是呢，隔一个杀一个呢，绝对会有大笔的漏网之鱼啊！只要呢，身价超过10亿的房地产商，哪个是干净的？偷税漏税有没有？破坏环境有没有？强拆有没有？拖欠农民工资有没有？这些有的话怎么办？拿房来顶，不顶呀，很简单了。政府是干嘛的？银行收他们的贷款，住建部门收他们的房地产销售许可证，他们还不老实，把房子交出来，然后怎么样呢？现在我们的很多城市呢，城市中心还有很多的老旧小区，过去呢不是翻修了吗？再翻修，那底子也是老的。先从80年代修建的那些老房子开始，这些房子呢既没有历史文物价值，也没有住房体验。5、6层的楼，甚至很多呢原先都没有设计暖气，暖气管呢都是后来埋设的。很多这样的房子呢。3楼的孩子啊，在上面蹦蹦跳跳呢，整个楼呢都摇三晃四的。将这些楼啊收归政府所有，然后让这些居住在楼里的居民呢住上新楼房啊。因为这个公摊面积的问题呢，咱们可以以旧换新的时候给老百姓一些实惠，一送1.5，一个平房的旧房子呢送1.5个。平方的新房子，让他们住上新的楼房。你不是没电梯吗？这电梯不是直接有了吗？暖气不热吗？现在可以直接铺地暖啊，何乐而不为？老百姓住上楼好不好？好啊。旧房子怎么办了？拆了，别再盖新楼了。市中心缺什么？不缺楼了，缺活动范围。孩子们要打乒乓球。老头老太太要跳广场舞，中年人想要个遛弯的地方，年轻人想花前月下谈恋爱，怎么办呢？这些一块一块的地呢，按照区域呢，可以做活动健身场所，可以做小型的公园，可以做小广场，多建一些市民的活动消闲地方啊，或者呢，再建一两个避难场所。这些都是可以的。哎，如果旧房子里头出现钉子户怎么样？
出现钉子户好解决啊。怎么样？让相关部门检查这楼，80年代的楼，好好检测一下。哦呦，80年代的楼，现在多少年了？40年了。当时呢，都是砖混结构的。查一查楼房的承重情况，查一查楼房的质量。哟，C 级危房、D 级危房，人家不搬怎么样？没关系，不搬留着。其他的人要搬的搬，不搬的留着。然后呢，将这栋楼呢设定为危房，禁止向外销售，不让他销售。然后呢，在楼房显眼的位置上呢，写上“此楼危险，切勿在此楼下驻留”。然后呢，要求居住的人签订安全协议，如果楼塌了，安全责任你自己来负。动在楼上的亲戚朋友多给他们做做思想工作。人家还不领情，没关系啊。周围的拆了，上下楼的人不见了，没关系啊。老旧小区嘛，这自来水管是不是锈蚀了？哎呦，自来供水公司的人也很忙啊，修不了。哎呦，电断了，电断了，那咱们修吧。哎呦，老旧了，需要呢，住户也要分摊一些，到时候呢，全部都搬走。问题很简单的，80年代的楼拆掉，然后那就是90年代的了。只要呢能够把城区里头所有80、90年代的楼都拆掉，差不多呢很多楼盘就可以盘活了。楼盘需要的什么？人气，只要有人住着，他就要消费。原来的老居民呢住到了新房，好不好？好。但是能不能住啊？不能住啊！那是毛坯房，要怎么样？要装潢。别看呢，他们在老房子里头抠抠搜搜的，但住进新房，谁不知道新房新气象？卫浴设备啊，要好的，家具啊，要好的，家电啊，要好的，这不是就盘活了很多的产业吗？还有呢，他们住到了这里，他们就要消费，这里头的商圈也就带动了，而同时也解决了城区里头的拥堵问题。你把人家的旧房拆了，就算什么都不干，挖成平地直接修停车场，这也能给政府呢稍微的带来一些财政收入。再说呢，收缴那些房地产商的这个房子用不用钱？不用钱。他欠政府的东西多了，他违法的地方多了，当然这中间呢，多值得商榷的地方。当然能不能实现呢？很难实现的。为什么呢？里边的利益太多了，纠葛太深了。这刀下去呢，好像扎的是开发商，还有人被扎到呢。这要看政府有没有这个魄力了。